Oh, her name is Ling Ling. Ling Ling, say hi. Ling Ling, so cute. I don't think she likes me. This is a. 我怎么为什么说英语？这只猫就是住在我们这边这个 guest house 是吧？旅馆的猫，大家都会去喂它，然后起名叫玲玲。好像不想我抱它。嗯，今天呢，其实早上的时候是我早上出去然后健身，我可能门开了一点，然后不知道它自己就钻进来了，然后我就把门锁上了，然后去健身了，回来。然后这个 guest house 人就跟我说，哎呀，那猫在你这屋子里呢，是吧？然后今天这个说这个小插曲，然后其实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the shortness of life，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书的精华，因为有人要求说继续再聊一下这本书，这本书写的真是好啊，这个Seneca 写的是吧？他就说 on the shortness of life， 关于时间，关于如何生活，关于如何珍惜时间，珍惜生命。就说很多人抱怨说，哎呀，人生太短了，人生苦短，人生苦短。我这一边给大家说，一边录这个猫，说人生苦短是吧？你是觉得短，因为之前我记得说了一半，说短就是因为你把时间都花在这个 trivialities 上面，没有意义的上面事情上面是吧？就是这些小事儿没意义的事情上面，比如说吵架，就是特别没有意义、特别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因为谁也说服不了谁。你吵的时候情绪激动，什么好话也说不出来，吵架是最浪费时间的。当你觉得陷入一种好像大家都为了 ego， 你自己的一个自我都想赢是吧？就想我说的对，我说的你说的对，想争个胜负，并不是说这件事儿，而是只是想赢的话。不管是真理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就说 on the shortness of life， 就是说你第一个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些小的事情上面了，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是吧？没有用的事情上面。第二个他想说的就是，也就是说，就是我在给大家看这个 Blinkist 是吧？总结下来的就是说 ，business doesn't equal fulfillment， 忙不代表你有成就，你做的事情就有意义。很多人都很忙，说哎呀，我今天太忙了，没时间干这事情。别人问我说那个你最近忙不忙啊？我都说不忙，因为就是 business equals to 就什么呀？就说明你没有 priority， 对不对？如果你很忙，就说明你没有 priority， 你不知道自己今天应该该做什么事情。哎呀，忙着不可开交，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如果你真的有 priority， 真的知道自己该做哪个事情，你就不会感觉到忙啊。这个猫大家可能看不见，它就趴在我这儿。你就不会感觉到忙，你就会感觉到非常有条不紊的知道该做什么事情。别人问我就说忙不忙，我从来就说不忙。有没有时间，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如果你没有时间干这个事情，就说明这个事情不重要。所以忙不代表你很多人就说特别忙，那不代表你有成就感是吧？就好像就是说，就是你在动，你在做一件事情，不代表你做这件事情你走的一个方向是正确的。就是这样，你可以去跑步，你跑的方向是错的，那你永远达不到你想达到的这个地方，你往反方向跑，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都在跑，跑的方向根本就不对，根本就是错的方向，那永远达到不了。你也很忙，你也在跑步，但是如果你跑的是正确，也哪怕你没有去跑，哪怕你是去走着，那都没有关系，是吧？所以他说很重要 ，business， 不要觉得你忙，你就是这个啊，我就是特别有这个做了好多事情，所以 business doesn't equal to fulfillment。然后这个猫现在在抓我啊，好痛好痛。然后啊 ，no， 然后下一个他就说 ，You can choose to be educated by the world's greatest mind， 说的就是什么呢？我一直在倡导的就是读书，哪怕这个人已经过世了，是吧？千古这些什么，你可以说读这老子的，读这个道德经，读这个孙子的，读所有的书，读国外的是吧？这 Seneca， 然后这个，然后这些。古希腊的那些哲学家的一些书，然后读过去的人的一些书，是吧？即使他们不在了，你也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吸取很多的东西，或者是在世的人之前我说这个读书至少要读这个50年以上的书，这个书如果已经存在了50年以上，那就说明那这个书有存在的意义，有存在的价值，已经是被这个历史所淘汰淘沙过的剩下来的精华。很多书这一两年可能就过去了，就兴起这一阵儿，然后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只是读50年，
以上的书，那么就说明这个书真的有很多的精华，这自己就帮你淘汰了，是吧？所以关于这个读书，读书真的是最好的。当然如果你周围的人有这个榜样，实际生活当中能给你做出很多的这个榜样，是吧？激励你，鼓励你， coaching coach， 我总说就是每个人可能都需要一个 coach， 需要一个这个专家，需要一个指导。那这个指导也许就是书上面的，也许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也许是你周围的人。下面他说 true satisfaction springs from within， 那就是说明是在你自己心里的，不要去跟别人比，都是你自己比你昨天的自己进步了，是吧？是从内发自内心的。如果你总是比外在的一些东西，我有多少多少的钱，比这个数字，比跟别人比这个成就，是吧？他做到了什么位置，然后怎么怎么样，那你总是从外在的，那你永远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比不过别人。所以如果你是来自自心内心的话，那你就会说，好，我想去学一样东西，那我今天就多学了一样东西，今天就多学了一点点的知识，那我就比昨天的自己强，是跟自己比，自己有这个进步，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的。我做件事情，我现在能把这事情做得更好，我现在在学这滑板，那我可能我今天再练练，就比昨天的我这个自己好。有那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比我滑得好多了，但是没有关系，我只需要跟自己比，因为 true satisfaction springs from within， 是吧？所以就说你不用管这外在的，你这些钱，你的这些地位，你等那些东西都可以去消失，但是你自己的满足感，你的一个进步，你的一个过程 process， 这是不会任何人有的。上次我也说过，说不要去跟别人比，就是说有别人挣多少钱怎么样，这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是吧？我这拿出来说也是提醒自己，现在我就知道了，就是说那个人永远不知道的，不管再多有钱的人，多成功的人，他永远不知道，就是 I have the knowledge that I know I have enough， 对吧？然后他就说 ，to ensure a tranquil mind， tailor a career to your personality， and don't forget to enjoy yourself。然后最后就说到，我觉得这可以说到跟这个创业，你想过一个丰富的人生，过一个很漫长的人生，不是说苦短的人生，是吧？那你真的就是要投其所好，投自己所好，你喜欢做什么事情，你什么事情比别人做得好，对吧？然后这个那你就去追求你想做的一个事业。我喜欢健身，那我就去学习健身，我就是可能比80%的人强，那我就能去教这个比我差的80%的人，是吧？我不一定说做到最好，世界上没有比我健身健得再好的人了，不用那样，但是我只要做80%就可以。然后这只喵喵喵喵喵so cute， 然后就说，那就是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找到你这个 personality， 什么适合你。真的人说小时候就说啊，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医生，我要当什么。然后有人可能说，那我可能只真的就是想当个魔术师，我就想逗大家开心，那也是可以说啊，那你没出息怎么样。找到自己所长的，你我就喜欢冲咖啡，我就喜欢做什么都没关系，你找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别人就没法跟你比，因为你就是在玩，别人就是在苦苦的工作，去为了赚钱，去为了其他东西，但是你就是在玩 having fun， 你就是喜欢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就跟我健身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大虫子，我健身的时候我就喜欢做这件事情，所以别人可能就跟我比不了，我每天就跟玩着一样，所以就去做了。所以找到一个你很 passion 的，你就喜欢的，你就是跟玩一样，你就是喜欢钻研，你就不觉得是工作，是吧？当然别忘了这个工作休息 balance， 可能有人说没有这个 work life balance， 是吧？如果你、哎、这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想做成一件事情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下功夫，那可能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真的过于的，上次说过是吧，过于的 striving， 然后你就想要做得更好，压力太大，你可能最后就 depression， 你就抑郁症，你就这个焦虑症等等，那你健康都没了，你想做什么都做不好。所以还是别忘了适当的时候，所以我也是每一周有我这个一天的欺骗日，那我平时的时候好好吃，是吧？吃的特别干净，那我那一天的时候有这个欺骗日，那我就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可以放纵一下自己，有这么一个 balance， 享受生活，想吃我平时吃不到的东西，对吧？这个也是一种寻找 balance 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对这本书的一个理解。有时候真的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不听别人说的时候，你自己在过这人生的时候，你这一天就唰唰唰过去了，就真的特别快，你想也没想，然后每天好像都是在重复，然后觉得自己又没有什么长进，都是在这个comfort zone 之内，对吧？我现在每天也都是在不断的，不管是智力上的，不管是我在读书，我在听 podcast， 我在每天的训练，我在自己创业，都是我感觉是不断挑战自己。我在学新的一门语言，我在学滑板，我在学巴哈塞印度尼西亚，然后我现在每天又加入了一些 cardio， 然后去也是培养自己的 resilience。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人生，我觉得我每天都是在挑战自己，给自己一些新的一些东西，而不是说就在那儿停滞不前。那我可能受不了这样，这不是我的人生，我就是要有一些每天要有一些新的东西，一些进步，是吧？有些觉得哎，我今天又学了一些新的东西，我就会非常开心。那这是我，有些人就追求安全感，每天都是一样的重复的，然后就是很稳定的，那他就开心了，也是可以，这找到你自己的一个平衡。然后最近然后就说可能这本书就是我觉得说大差不多了，一个精华应该是这样，但我可能还想说一下就最近的一些更新，是吧？然后在说这更新之前呢，还是先把我这个自己赞助自己的广告说完，就是要不然说到最后可能没人看了，也没有了。就是刚才说这么多这个人生的东西，我也自己最倡导，那我就是读书和健身这两样，是吧？健身也是我最拿手的，因为我自己是做了10年的私教，所以自己也做了，花了2年时间做了一整套的一个10周变身计划。想说的就是我为什么能在这边生活，就是用我自己的创业项目，也是在我自己的频道里宣传，我不赞助别人的其他的东西，因为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的东西我是最懂的。所以如果你想10周彻底改变身材的话，你可以来找我，10周之后你就认不出来自己，因为非常简单，就是按照我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去做就好了。别人都能做到，你也能做到，你需要的只是开始，不要老想着追求完美，你只要需要开始做你就成功了。你可能一直在纠结，一直在徘徊，一直在平台复胖，然后等等想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这个开春是吧，季节非常好，现在这个减脂塑形的季节，然后你夏天就给别人一个惊喜。所以非常简单，就是在家按照我的计划做30分钟快速的训练，按照食谱吃，都是家常的，没有乱七八糟卖其他的产品，都是干货，只需要一步一步照做就可以，非常简单，你自己就不用去想了，我都帮你安排好了，是吧？只需要你有决心，如果你没有决心，找这借口那借口，觉得自己坚持不下来，没时间，忙带孩子乱七八糟，那你就不要来找我了，这就不适合你。我这计划只是适合真心下定决心想改变身材的人，不是这个装叉的人，是吧？就是然后男生女生都可以，不需要任何的基础，减脂增肌塑形都可以，只要你想彻底的改变身材就可以。然后再摸一下这个猫猫，对，这个就是这个10周变身计划，看一下我这个官网 xs-live.com 里面写的非常清楚，或者点视频描述下方 podcast 描述里面也都有这个具体的链接都在里面，是吧？如果你有进一步问题的话，还可以加我私人的微信，然后请注明10周变身计划，这样可以加得上我，因为加我的人就是太多了。然后现在只是帮大家改变身材，其他咨询暂不接受，所以就是我会亲自帮你评估的，本人不请助手，是吧？可以加我的微信，如果你想10周改变身材的话。然后当然如果你不想10周彻底改变身材，或者你已经10周彻底改变身材了，然后现在想保持身材，是吧？10周之后怎么办呢？对不对？你想保持身材，然后想增加柔韧，你可以用我的第二个 APP， 就是体操训练法，而且今天你现在就可以直接下载直接开练，就是苹果或者是 Google Play 直接搜索体操训练法就可以找到，可以下载。然后国内的安卓手机的话，就要点视频和 podcast 描述里面的链接可以直接下载到，就是还包括练劈叉倒立，是不是？就是增加柔韧，柔韧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人就是都是被大众所忽略的，而且你每天都可以做的，而且是每天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用我这个 APP 增加柔韧，柔韧跟寿命是成正比的，跟健康成正比的，而且可以保持身材。柔韧其实练柔韧也是非常累的，是吧？所以就是看一下这个视频描述底下有这个下载链接，现在就可以去下载，可以去做。然后这两个广告说完了，然后直接想说的是关于我自己的感情生活的一个更新，也就是最近跟老公有了一个非常就是 uncomfortable 也好，或者这个对话，
就是聊了一下，因为他现在还是不能过来，因为巴厘岛还没有开放嘛。所以就是聊了一下，就说我也说清楚，说现在比较想一个人待着，或者说就是想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想自由，想怎么样。所以可能就是如果比如说他现在想说真的想跟我在一起，就彻底的在一起，就我们俩，然后去盖个房子，然后养条狗，然后怎么样，就过那样生活，可能现在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就说的比较清楚，然后也聊了要不要离婚啊，然后离婚好像现在也挺简单的，就是他写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交到德国那边好像就能离婚了，据说是这样，不知自己也不太清楚。然后说我想啊，这么简单呀，就好像也不用，就是说双方都好像都不需要双方同意还是怎么样。反正就好像挺简单的。当然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还是比较在乎他感情上，他也很难受，他也哭了，然后我也哭了，然后就说也是挺长时间在一起，5年了嘛。当然我们俩还是最好最好的朋友，我也非常相信他，他也非常相信我，我现在每天我们俩也都在聊天，所以就是已经进入了一种我觉得一种亲情或者好朋友的一种境界，是吧。可能是在就是在性方面，在这个 sexual attraction 然后这方面可能会下降一些，但是其他方面还都挺合适的，都挺合拍的。我们俩想要的生活，做的事情，去健身，然后就是健康，然后读书，然后开就是怎么说的，个人提升也好，是吧，去很有很多这个去 growth 去关于自我成长的一些东西，然后也喜欢接受新鲜的事物，一起去旅游等等，觉得各方面真的都非常合适，非常合拍。那可能在这个 sexual attraction 方面没有以前的合拍，那是不是现在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或者也是在开始说考虑说，那是不是就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要扔掉，把这个孩子和水一起都泡掉，是不是。所以就是说，这个猫想干锁这要干什么。所以这也是我在考虑的东西，但是我最终还是知道自己现在想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什么，我能不能两个人能不能合拍，就是这样。那可能现在我说我做不到那样，说好一起买个房子，然后一起就是生活在巴厘岛，然后怎么样，那可能这个不是我现在想要的。我可能还想一个人再探索一下人生也好，再感悟一下人生也好，那也许我之后后悔，也许我遇到更好的人，也许我跟小瑞典也不能长久在一起，因为他还是有一些性格上的，我也觉得有时候觉得跟他在生活上的合拍完全没有跟我老公在生活上的更合拍。我跟他在一块生活上可能更多是说那 sexual attraction 可能更高一些，这些性吸引力更高，但是其他的合拍性在生活上那可能会差很多，因为他自己的性格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就是 impatient， 然后会经常爱发脾气，然后动不动发脾气，或者更像小孩一样，是吧，会因为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发脾气等等，些不合拍吧，不能说是他的错谁的错，其实就是一些不合拍。但是 sexual attraction 我又觉得对我来说又非常重要，所以就很多两难，不能说两难，其实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这样，是吧，你没有什么事情100%完美，遇到一个人100%完美，然后之前也说过，你就是要找到70%完美的那个人，而不是100%完美，你要找100%，那就可能就是没有，那你要想找，就真的要去接受这个现实，就是70%完美。但谁是70%完美？那也许我老公是更加的70%完美，是吧？那也许我跟小瑞典说玩够了，或者说是我这个兴奋够了，这个就觉得很多的新鲜的东西，是吧？或者说性吸引力，觉得这些东西很新鲜。但是也许过去之后，我也知道可能这些东西也会过去，但是也可能小瑞典就会自己，也许他自己也会有一些进步、一些成长、一些发展，也会有一些改变。而且小瑞典也会离开，他说下个月他要走，所以还有我们俩在一块就是基本上就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就要走回到瑞典，之后估计他也不会再过来，因为他肯定想让我过去，但是我说我不太想过去，我还是喜欢巴厘岛的生活，这边就跟家一样，我就是而且能不能再回来还是另一回事，也许这边又关闭，又大家都现在是拼命想来巴厘岛，是吧，没有人想出去想走，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然后瑞典那边也这么冷，在那边要干什么，两人又是要住在一起，住在一个屋子里，那估计又要有很多的一些争吵打架之类，吵架之类的，对不对，可能也对
感情不太好，毕竟我们俩现在已经又在这边待了六个月，每天朝夕相处，真的是 24/7 也没有了，就是天天住在一起睡在一起，所以可能现在也是一个好的机会，两个人能互相的想念一下对方，有一个机会去想念对方。当然这是我给出的一些理由也好或者怎么样，当然我也知道我们俩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可能一些隔离就是一些 separation， 也是一个好的事情，这是我想的。如果真一直在一起，也许我们俩的这个感情可能只有三个月，在一起在瑞典住一段时间，也许住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又不行了，又腻了或者怎么样，那就还是得分手，是吧？所以最终可能，那我可能觉得就是我就是不想离开这儿，这是我生活的圈子，这是我的一个生活，我喜欢这儿，是吧？我为什么要离开？但是我觉得他不会，这回就不会再过来了，因为他已经过来了一次，他可能就不会说再过来了。所以我跟他的感情现在也是一个未卜的状态，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就看吧。现在也没有计划说两个人去哪，他也想去中国，说跟我一块去中国，我也想去中国，他说他想去深圳等等，但是现在中国也没开，是吧？这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然后我老公估计他要去墨西哥，因为现在巴厘岛没有开放，所以估计要再来巴厘岛那又得过几个月的时间，现在又是什么都是未卜。也是怎么说呢，现在想想就觉得这个就可能就是人生吧，就是人生就是一种经历，各种各样的一些经历，所以就觉得虽然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但是心里还是有一些，还是很平稳，还很 bliss， 觉得这种变化就是一种常态，可能这样就是一种常态，这样就是人生，就是自己非常接受，并不会觉得这个不确定那个不确定。当然我也在想说，那我是不是就你看这猫猫在这儿，我是不是就是说那把老公这五年的这种感情是不是就一下就扔掉了，就重新开始，他可能会找到别人，然后我们俩之前所有的一些搭建，所有一些那些信任，那些有可能发展，然后买个房子，然后在这边养只狗，然后两个人过安安定定的定下来的那种生活。因为他说他想安定下来，他到了一个阶段，他说他想安定下来，想找在一个地方生活，有自己的房子怎么怎么样。但我总是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一步，是吧？当你到那一步你可能就知道。所以这也是我内心的一个告白吧，也没有了，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这是真的是这么想的，也是确实这个发生的事情，也是跟大家更新一下，汇报一下。所以就觉得想想是好像就是那种 sunk cost， 是吧？两人在一起五年，然后刷一下这些东西就都没了，然后他还要去再信任一个人，再适应一个人，再了解一个人，然后再重复这些东西。但是有些时候你又不能这么想，不能因为是 sunk cost 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婚姻可能都是在一起两人不离开，哪怕是不高兴不幸福也不分手，就是因为 sunk cost， 觉得已经两人在一起十年了，干嘛呀，就待着吧，对吧？那我可能不是这样的人，我可能觉得我是要寻找自己，然后找到一个新的内心的一个点，觉得又找到了自己，做到了自己，觉得我每天都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可能更重要，而不是说陷入一种就是妥协，或者陷入一种就是不成长，没有 growth 的感觉。当然也许人说那你这种稳定可能是另外一种成长，另外一种感觉，另外一种两个人到了更高的境界，是这样，但是到最后还是听从你的内心，真的就是这样，每个人想要东西都不一样，就是要听从你的内心，你自己现在想要什么，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否则我逼着自己回到老公的身边，然后再怎么说呢，就是过那些平稳的生活，也许我心里就是不甘心，每天我活着我就是想我为什么要这样，这不是我想要的，就是活得不踏实，到最后就是你活得踏实晚上睡得着觉，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怎么样。说到底我们还是好朋友，我们还是互相信任，我每天都联系，也不是说俩人就彻底分手谁也不理谁，然后成敌人了，那样也没有，也许我们之后又复合在一起都是有可能，所以这些都是未来的事情，说不清楚，是吧？所以这就是我为目前的一个更新，
也许这个可能比之前的话题更有意思，我也不知道。Anyways， 今天就差不多了吧，聊到这儿了吧，不知道喜欢大家喜不喜欢听我这个更新。然后当然你有什么想听的话题，想听我聊的，然后你想跟我说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我都会看到的，然后也会回复你的。就给我留言就好，非常喜欢听大家的这个心声，是吧？你要喜欢我的视频就给我点赞，然后关注我，然后下回咱们再聊更好的一些话题，包括我的更新、我的想法、我读的书等等，是不是？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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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聊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拜拜，跟大家说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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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